好而歸正傳。話說夏寶龍試日行程中最獲得網民關注的就是早茶有沒有仲會之嫌。根據網上 Open Rice 的資料，該酒樓平日早上九點先營業，不過14號這一日差不多八點已經有市民在酒樓外排隊，而且在場市民對夏寶龍有讚冇彈，大家話奇唔奇，怪唔怪。好多網民分析呢間酒樓平時都冇早市，附近又唔近民居，今次突然提早營業，仲出現咁多外國茶客，大家明啦，唔使我阿妹畫公仔畫出場啦啩。有網民表示，經觀和半夜三點話要飲茶都即刻開啦，成間包起佢揾班演員做茶客，出面又有似樣嘅常落客區，唔喺鬧市，四圍冇咩高樓大廈可以俾人攻擊，對出馬路容易管制，又近警察啟德行動基地，拍片又可以拍到佢喺鬧市出現，夠親民。